大花草，非常亮丽的 AES 负银色外观，非常漂亮。三段式的调整，两段、三段，中间左右两侧，它就是分为中间的水柱、外圈的水柱，然后整个前面的水柱。那现在我们把水打开，这个就是外圈水柱，外圈水柱强力的增压的水柱，听起来很舒服的。管到中间来可以单手控制，就是中间水柱加外圈水柱，内外圈水柱同时分配，另外圈水柱同时分配，然后呢再搬过来，这强力水柱，哇，这个按摩非常的舒服，它气步式的水花喷射出来是有大量的负离子，比较舒服，舒服强力，然后你要冲洗啦、啊、洗澡按摩 SPA 啦、啊、包括呢排水孔啊、脏污啦、离子冲一冲，非常的方便，三段的变化非常好用。